现在是 B 调，刚前面是 C 调，那你认为哪一个调比较好唱？ B 呀、啊、B 呀、啊、所以就是这样、B、因为怎样讲成松灯滴滴，我用 Re 的音，因为我也加一个 Re 的，它本来是成双成对，要多音，对对对对，我讲，你就再讲一高音，它韵味更好。